上次一下当导演都当官，当然都爱食咖啡。俾到我行少贵新乡新鲜的咖啡，乡公所就为头十三同十四日两日的办咖啡节的活动，还个安排艺文表演、手作体验也到，爱民众来感受客家种香香香的咖啡。郭新强嘅咖啡农用树丛嘅方式，从自家新鲜嘅咖啡，一下现场是批到香味咧，下到多多民众来食。从采收啊、后制到烘焙哦，全部都是一条龙后制。那我们相对在所有的制程以及品质，我们都非常的要求。国姓咖啡是属于中低海拔，但是国姓咖啡它还是有很明显的花果酸调，但是它种在中后段的甜感跟喉韵，它的喉韵的时候会很偏向有一点点我们的茶韵，所以它的喉韵是十足的。郭新强种咖啡嘅面积有650万公顷，为到行销有几间农产品。郭新强公司为投十三、十四六年，投桥上月天六条电梯，盼年红年时南投郭姓咖啡节。来到国姓就是要喝咖啡哈，然后透过这个咖啡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产品，我们再带动游客进来之后去体验到国姓将各种不一样的特产。俺咧郭新强有全国唯一。对安尼生产履历有认证标章的咖啡，都表示讲，俩咖啡出推都是安尼个新疆的咖啡农种出来的咖啡，对安尼嘛，迄安尼咖啡，卖咖啡爱啉咖啡的人一个，一个信誉的保证。郭姓咖啡节今年是第九年，主办单位咪讲，今年咪安排基本表演、手作体验，游客系讲自家带杯咖啡还是领导贡献，咪邀请民众全部睇晒，恐吓来了。客家新闻李新栋南投报道。